淡水大饭店这出戏是咧讲农民立委戴锦尧摇摆的故事。你看迄个时阵，戒严的年代，但是大家人对迄种的理想的追求、坚持，摇摆啊，伊是一个真硬气的人，也是讲做一个政治的参与者，摇摆啊真受迫。戴锦尧因为参加美丽岛事件，接受政治犯红关三年，出狱了后，伊继续做农民运动。阮过去就是较上，我着家己啊来用迄、那个起一间草料啊，因为草料啊然后因为要训练较济人啊，所以我着甲改造变砖仔厝。哦。关键是作业，因为为着这个长久活动可为这个公道。二二八事件过当年，戴锦尧伫个高雄桥仔头一个艰苦做事人的家庭出世，细汉就清在听大人讲到二二八甲白色恐怖的代志。伊那过牛，那看雷震回忆录。高中出业，伊替政治先败过国机发竞选的宣传单，民主改革的信念开始伫伊的心内发芽。因为迄当阵大家吼拢做善，拢做善的人，你阁互一个外来。政权来去压迫吼，迄人民受到的压迫个足大个时阵，伊会想要反弹，吼，就是迄阵在作善啊，在善到阮爸讲，但是善到根本去互鬼掠去啊！你阁要来甲我吞打，阁甲我糟蹋。1979年12月初十，美丽岛事件迄一天，戴锦尧摕争取农民权益个布条啊，参加人权大游行。12月初十，他就是在高雄队，他拿着。好，争取农民权利的牌啊，尔，安尼啊，伫啊又伫现场，所以一日掠的拢是掠干部，伊去掠牌啊，伊是有诉求的，伊代表农民啦。行这条路，这根本是一个必然，早甲慢安尼。美丽岛事件了后，政治单位开始掠人，戴锦尧被一个月了后放掠，伊被关伫监狱五平空间。各项都拢无，而且政治犯袂当去室外活动甲休困，不时阁会去向刑求问口经，是方便甲强要记载袂了。要若逐工食的，就是一碗饭交盐水。欢迎来到盐水大饭店。这是饭，交一碗盐水。食因的饭哦，唔免配米皮呢，伊都淋盐啊。所以袂放屎啦，便秘啦，便秘诶痛苦啊，吼，啊，搁关间关关无运动啊，出来大家拢哦，互恁互恁食恁诶咸水饭。苏东时单局军法横判12年，伊伫监狱内底亲身受平安这两字，请小弟交互姚伯啊。我是袂晓，我毋是遐优秀诶人。我袂晓啊，拿迄个针线，但是伫坐落时，我甲李秀莲，阮关做伙，我甲伊学十字绣。啊，这平安吼，对一个伫一个军事家家坐落的人来讲吼，平安是一个境界。我受迄个平安予伊，乃算伊个囡仔还阁保持甲遮好，啊，色彩还阁。我真感动啦吼！宏观的时阵，戴锦尧的两个囡仔，查某囝三岁，后生才一岁，一礼拜一张家书，是予伊继续经落去的力量。心爱的翁婿，悲叹当行的时阵，必定伤心欲绝，痛不欲生，拭掉你的眼泪，唔搁再伤心。看到咱的囡仔一天一天的大汉，内心的欢喜，我相信将旧时间会予咱带来好运。我到今嘛，也阁唔敢一方一方的去看，惊看了后伤心。1983年出狱，伊当去种白蜡。拐转来了吼，啊，去看台湾的农村吼，迄萧条。那时候，差不多农村也要破产了，大家又回来在那做事了，
啊，这是咱种个葡萄种个足足水个，啊，佫袂无计少。农民做这艰苦工，煞无得到政府的照顾。1985年，伊伫巴拉园成立农民教室。阮过去就是遮上，我着家己啊，来用迄、那个起一间草料啊，因为草料啊，然后因为要训练较济人啊，所以我着甲改造变砖仔厝，每一期差不多有30个成员，遮训练差不多有成百个即个干部，真内底也有即个做事人，还有工人，嘛有咱台湾的迄大学的学生。你讲迄民主政治，一挂民主政治的，像讲迄个人权，还是即个自由，还是爱社会公平啥，传播即个理念，互阮遮大家。迄当阵农民教室的四口位啊，交通是窃听器，政治人员嘛清在炸墙的监控，学员甲讲师伫咧恐怖的气氛当中学习民主抗争，家中庭。洪基昌、柯基仁、甲杨碧川，拢是农民教学初期重要的讲师。离阮咧岛的订岛吼，写布条啊，吼，包含争取言论自由啦，那反对北下农民啦，吼，包括咱一寡咱的农民的权利啦，废除居住啊，吼，包含即要安怎动员的时阵吼，大家拢有吼，包含教咱要安怎唱农民专项哩，吼，唱歌，吼，勇敢的台湾人。1986年，民进党成立；1987年，台湾戒严。迄几年开始出现社会运动的风潮，冲浪国民党维权体制上敏感的神经。嘿，伊敲倒来啊！我就传单就发我发啦，我沿路就闹看到，奔奔奔奔奔啊！他们想要把这个暴力都加在我们的身上。像农民运动，他说：“哦，恁在割的菜，那是在摘石头，乱讲，乱给你便宜通啊！我们没有声音，被他盖住嘛。”后壁啊，丢做农宽会。1988年5月20日到10月25日的农民运动，伊甲农民做伙行去街路。1989年，伊参选头一届第六届正业农民团体的立委，迄当阵嘛参加农民教室的代代政治系学生陈启玉。是戴金尧的竞选总干事。所以迄年我大四嘛，大四得要毕业，应该照理讲要毕业吧。我就坐一架啊车吼，来街头吼，后壁啊去街头迄冈山交流道遐吼载我，开一台伊咧载拨拉车，我上车后壁我讲，咱这台车要吐全台湾吼，要来选农民立委吼，讲咱一定会赢。戴金尧塞伊在别人的车，四界拜票，争取农民的支持。全台湾遐尔大啊，农民票咧倒位，咱要安怎开始啦吼？所以我就甲过去一挂选举的资料调出来，农民票较侪乡镇，大概什么所在？开始找人开始去订扛棒，让人拢插棒订的。当时啊，就饲了第一一年的，安尼啊，就四界全台湾吼去串联吼，去邮票。伊看到田中有人咧遐报田吼，咧遐扛物件，伊就鞋啊脱起来，伊就落田，就去甲人扛啊。对这也当讲创着一个历史啦。有史以来，这农民团体立法委员有史以来。也唔捌有开国民党籍的当选的，所以后壁也是第一的。伊第一立法院文政坚持用台语，伊嘛是头一个专程用母语文政的立委。1000万的人口内底，有1500人，平常时就是使用台语在使用。为什么在学校袂使讲？为什么在国会袂使讲？我拢甲天天啊咧代表台湾人人民。用这个政权条件，伊即阵从头到尾吼，几届安尼拢是用台语来表达，伊毋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，伊是坚定的台独工作者。伊敢若读到高中，
在精英政治、家族政治的政治课下，成做一个特殊的政治工作者。伊那是按党团内底吼，予咱大家感觉讲足亲切的，予咱等感觉讲真温暖的一个咱真高追、真高义的一个台湾人。二百年五十几个委员内底啊，戴进也是我上有来往啊，我自认为是伊是我的上好的朋友。啊，老实讲呢，若讲要做一个二百委员啊。凊彩吼，找机会赚钱真简单。啊，要啊，伊面对着真侪利益个引诱个时呢，伊立场拢袂动摇，吼、哦、啊，真淳朴啊，非常善良。弟弟啊，支持上报真正个劳动民，安大因个证书，一届过一届真正抗争，农保汇率调悬。免除水利费费，中国农产品扣关税减额，废除农业总干事的遴选，争取劳动津贴的条款，台湾真重要有关农民的权益，拢甲姚伯啊有关系。大概我感觉，以台湾来讲，对农民贡献上界大的人，应该是戴正耀。你追求理想，劳血劳肝啊，你得到。看到台湾的改变，啊，这就是阮想要追求的。一个世代一个世代，拢有伊的责任，拢有伊面对的难题啦，吼。阮这个世代是伫戒严的年代，台湾伫迄个时阵，吼，会使讲充满着惊吓、恐怖。啊，一步一步，把这个恐怖打开。戴进尧的青春岁月，拢在对抗维权体制，甲推杀农民运动。2008年，农委会主委卸任了后，伊就转去高雄做田，种田啊多。无论是农民运动、坐家，或者是参与政治，伫个身上看到的，那就拢是欢喜的革命青春记忆。伊讲，迄是一段因为勇敢。所以快乐的日子，也是老一辈争取民主共同的基础。